这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良友画报封面，封面上的人物正是国军美女少将胡兰奇。美女、作家、少将，很难想象在抗战时期的中国有一位女性把这三者集于一身。而著名作家茅盾第一部长篇小说《红》中娇美刚毅的女主人公梅行素便是以她为原型。胡兰奇留学德国，经中共党员程方武介绍，胡兰奇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被编入德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第二年因为护送国民党大官宋庆龄回国，被污蔑控诉多项罪名，开除党籍。之后胡兰奇以民主人士身份参与活动。32年根据德国共产党的决定，胡兰奇在柏林体育馆举行的反法西斯大会上发言，控诉日本侵华罪行。1933年春，希特勒上台，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捕，胡兰奇同德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的工作人员费茨新田合作印发传单，因而被捕，关入狱牢。远在中国的宋庆龄和鲁迅听到这个消息，四处奔走，最后以民权保障大同盟的名义向德国驻上海领事馆施压，被纳粹关了三个月的胡兰奇才得以释放。出狱后，胡兰奇来到了法国，撰写一篇文章叫《在德国的女牢中》，他以自己亲身的经历揭露了德国法西斯对进步人士和无辜群众的残酷迫害。文章还记述来自了社会各阶层女囚对法西斯的仇恨和机智顽强的斗争。文章立即被译成俄文、英文、德文、西班牙文四种文字，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普遍的赞扬。这篇文章的发表使胡兰奇的名声传遍了欧洲。路过巴黎的中国人，比如周涛奋、张发奎、冯友兰等人，都纷缓和了军队和老百姓的关系，还把国军英勇抗战的事宣传给了战区的群众。哎，没多久，胡兰奇的战区服务团就组织了战区的老百姓，成立了担架队、运输队。这些发动起来的战区群众组织，极大的支援了前方的战斗。胡兰奇还将自己的战斗见闻编撰成书，使很多在阵地上的感人事迹和优秀士兵全国皆。胡兰奇曾与一位中共高级将领有过山盟海誓，他们相约互等三年，如果三年之后都没有结婚，就结为连理。后来呢，国共内战爆发，国民党战败之后啊，胡兰奇就留在了大陆。可惜由于种种原因，两人最终没有走在一起。胡兰奇为了这个誓言，终生未嫁。命运多舛的胡兰奇，因为曾是国军少将而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均沦为牺牲品，从建国初期到七八年终被平反，将近三十年都生活在阴霾之中，受尽冤屈。但是无论命运多么的不公，都没有打倒这位坚强的女性，她挨过了最艰难的岁月，平反后仍然为祖国尽己所能，呕心沥血，直到1994年在他的家乡成都安然离世，享年93岁。胡兰奇在回忆录中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这辈子只知道赶着时代大潮走，在浪尖上奔呀跑呀，有时被礁石碰得头破血流，也只能独自舔着流血的伤口。这句话也许有几分无奈，也许有几分凄凉，但更多的流露出一代女将的隐忍与坚强。
公民同胞们，向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们，今天我们的新年要新年是让中国强权的新年，终于达到了他最后的目的。